哦哟，你看那个婆婆家，好多年都没见过了哈。你看这东西，婆婆，这个是叶子烟啊。哎，你要认得吗？啊。哦哟，我看你们这些干儿也挺多的哈。啊，去吧。哎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你不弄几斤麦？弄不起。弄不起啊？你些年轻人没在乎，你在这烧嘛。对，不弄。那里也有，那里也有。谢谢。哦，你好大年纪了，婆婆。啊。嗯。76了。76了啊。哦哟，你个人都不了啊？哎，有个老婆子，他把奶人在床上。你看这个婆婆家的干儿，因为76岁了，没得力气弄几斤麦的，因为年轻在外头嘛，所以说你看在树上吊起。婆婆，我折了一个哈。折吧，我折。不用折一个可以了，尝一下都是。哦哟，这都又是一种品种了。啊，起码。哎呀，不用了。起码。婆，每次来收菜都好幸福呀。哎呦，婆婆，你看那里有个啥子啊？吊娃嘎！哎呀，好久都没看到过，可不可以看一看？看它里面有蛋没得？看它有蛋没得哈？没得鸟蛋的，蛋儿都是自己长的呀。啊，自己摘的，老婆子摘的，85了，公公85岁了。他把奶在床上，这个天就是冷了，要注意身体。他就是感冒了。有啥药吗？没有，前两天干没有的。婆婆，那根干儿你好多钱一斤？哪根？就刚开始我第一个吃的那根。就说2.1元。2元，我去折点儿哈。要折哈。我来捡嘛。他妈没起嘛哈。就是、放在地上嘛，婆婆，等会儿重了。可能大的还有2-3两一个，你姓啥子？我姓杨，婆婆。杨啊？哎，我叫杨丹丹。哦，杨丹丹。嗯，喊我丹丹就行了。哦，来，我来了嘛。反正又那些年轻人在。来一个，我也可以。来，我们在外头来称嘛，和爸子都见。你这是打好多斤的啊？50斤，哦，那打得起，买得好重的。公公，你好，他还想来看你们。不要客气嘛了，就算这里哈，就算这里哈，这里我看看烧的好了，可以了，放下了，就算这里，就算这里。买的。有，这里一称哈，这里是50斤，这里20。20哈，他一捡一个30。不捡了，没有30的。不捡了呀。你要拿个什么？哎呀，够了，公公没得事的哈，不存在。不捡了，哎呦。不要。哎呀，婆婆，你捡那么多干嘛？不捡那么多。谢谢你哦，婆婆。不要谢。公公捡那么多哟。就算35斤嘛。30斤。那35斤。给你30斤。35斤，我那，你给我称一下看。没得几斤。找好看。就算70块钱。80，婆婆。要不得，要得。70块钱。80，80，80，好停些哈，你放我也放。哈，就80哈。哎，去玩呗。不吃了，婆婆不吃，谢谢哈，谢谢。我一出来，几个烧五斤吧。不，不吃烧五了。不吃了，婆婆。你还多拿钱呢？没有。我们年轻人嘛，挣钱容易些。要不得，要不得，婆婆。哎，你歇起了，婆婆，这样我就走了哈，婆婆我就走了哈。你不来抽，我自己来，我得些，我得些，你不来抽。那个老子老，我手提的走。不抽，我得些。不要，妈儿不要，那要干我。我得些黑钱。哎呀，哎呀，该做的干哈？哦哟，谢谢哈，婆婆，今天我就走了哈，婆婆，不送了，婆婆，不送了哈，拜拜，你们自己保护身体哈。